包包，然后就开了。哇！哇塞哇塞哇塞，300块而已，300块，一整只鸡。这一次拍的行程又是属于平价小火锅系列，但它130块起就可以吃小火锅，然后往上加还有铜板烤肉。我很少看到有人小火锅、部队锅、铜板烤肉放在同一间店，而且它白饭还有冰淇淋全部也都是吃到饱。哇，那看起来就不错啊。这个肉真的是嫩到爆掉。哇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看它上面都已经有一层这个胶质。哦，好吃！哇，那个肉超嫩哦，这个铜板烤肉一定要点。Clean the house or clear out some shelves. You said whichever you feel like doing first. I said, well, I don't know about that. Cause it's my lazy day, just wanna lazy away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德瑞克。今天德瑞克流浪日志又到哪里流浪呢？台中。那这一次的话，我来台中，因为一路已经先进去了。这一次拍的行程又是属于平价小火锅系列，但这一次很特别的是，它这一间平价小火锅是刚开我就收到消息，因为它130块起就可以吃小火锅，然后往上加还有铜板烤肉。我很少看到有小火锅、部队锅、铜板烤肉放在同一间店，它是属于韩式风格，它叫 Ajusee 就是韩国大叔的意思。而且它白饭还有冰淇淋全部也都是吃到饱，130块起，超便宜的。来，就是这一间 Ajusee。 But I wanna do none wish that you did too, so you can just keep trying and I'll just keep saying这边的话还有一样就是汽水果汁，很特别，它有这种混搭这种棒棒糖口味的青苹果气泡、草莓奶油气泡、能量气泡。那再来的话是就是都是雀巢的巧克力啊、咖啡，还有巧克力口味的双麒麟啊，居然还有爆米花。我们的餐点都到齐了，等一下你表哥是晚一点才过来嘛，等一下再让他吃，我们先吃我们的。很少看到有小火锅还有可以直接吃到铜板烤肉的，而且他铜板烤肉这样子才160，大家我们然后还有饮料、冰淇淋、爆米花、肉燥饭全部吃到饱，它是一般的外面我们吃三叉臭臭锅的2倍，而且它深度其实蛮深的。对啊，它是那种三叉臭臭锅的2倍的大小，哎，这都是大小，而且这个部队锅看起来超好吃的。然后刚刚我问老板说，他们这些酱啊，全部都自己做的。是哦。对，这都自己做，他不是叫工厂，他是自己做的。难得。哎，这个糯米鸡看起来就很好吃。哦，我开始滚了。我好久没有吃到这种铜板烤肉了。以前小时候是在超百货的公司地下街才有。啊，老板说这个上面这个是牛肉，牛肉是用很多的水果去腌的，所以吃起来是对，所以吃起来肉很甜。哇，这看起来就不错啊。所以它这样子弄好完以后，它那个汁肉汁就会滴到旁边，然后刚好煮这一些菜。它旁边还有蛤蜊，还有南瓜、豆腐，什么都有。打卡送小菜，而且小菜也不错哎，是萝卜，然后这个是泡菜跟海带芽。这样子一锅韩式鸡那么大一只才300块，然后你那些其他东西吃到饱，哇！哎，这家 CP 值很高。哇，我们在台中拍那么多，这个已经算是前2名了。它最低130块而已。这个肉真的是嫩到爆掉。哇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嫩到爆啊！然后这个是它的海鲜豆腐锅，这样子也是一锅160。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到底有多少料：花枝嘛，鱼肉嘛，鱼板、贡丸、星星茶。猪血糕、白萝卜、红萝卜、冬粉、金针菇、蔬菜、虾子、鸟蛋、黑木耳、豆腐，他妈我念到都累。还有那个叫什么蟹味棒，超划算。来，先吃吃看它这个牛肉燥。牛肉。嗯，它的对它的牛肉的肉燥，吃吃看。它很像是，很像胡椒饼里面那个肉，它不算是像卤肉饭，它很像胡椒饼那个肉。然后是牛肉的香味，然后胡椒味也很重，软到爆掉了，嫩到爆掉了。你看那个肉，咣一下就掉了。哪种？你看那个肉，哎，不能骂脏话哦。那个肉，哎，你留骨头给我。哎，而且它里面药膳的香味是有的，然后它里面那个糯米看起来就超赞的。好熟哦，它
的骨头，它的汤很多胶质的。然后再来的话，我的这一个，我的这个铜板烤肉，哇，我超怀念这个的，我好期待啊。然后它底下还铺洋葱，所以这肉一定超甜。铜板烤肉，超甜，它的肉好嫩好甜，哇，它那个肉超嫩超，这个铜板烤肉一定要点，160块而已，超便宜的。哇，它的肉真的是腌过，这真的像他讲的用水果去腌的，是甜的。试试看他的推荐的沙茶。好，对，老板说沙茶是他们自己做的，说一定要沾沾看。汕头沙茶，还吃到有点花生的感觉。哎，我期待的这个部队锅，韩国泡菜加起司，整个砍吸起来，这个谁受得了？现在看它部队都那么大，它里面料超多。它除了红萝卜以外，它还有白萝卜，还有一堆星星肠。除了星星肠以外，它还有很多德式的香肠，然后还有火腿，还有年糕，还有猪肉片，两倍大。它是已经算是一个火锅了，它已经不太算个人火锅了。要分量分那个钱都差不多。可是价格是它的一半。然后它没有菜盘。可是它这些全部吃到吧？对啊，充满了起司跟辣椒和面。这一整锅吃起来，我觉得我最喜欢是铜板烤肉，然后韩式部队锅是我也会很喜欢吃的，而且那个超饱。那糯米鸡的话，我觉得是两个人以上来一定要一个人点这个，超划算的。这整只鸡，而且它胶质超多，你看哦，看它上面都已经有一层这个胶质，哦，胶质，哇，你看它这个肉，哦，哇，你看那个肉嫩成这样子，直接吃骨头，哇，骨绵掌，骨头是直接缩掉了。我没有看过小火锅的人生鸡，那个骨头熬到是直接弄散的。对啊，阿公买那你家呢？你缺骨钙了？我妈缺。那你要给你妈吃？我妈吃素。哦，这一间的话，目前以我们台中拍那么多小火锅来讲，它算是前三名一定有。跟那个北屯区上次我们吃那个也是卤肉饭那一间也是小火锅，然后它也是这么大一锅的那个有的比，然后它也是那一锅那一间也是130起跳的。只是那一间是比较吃台式口味，它比较像是三妈的二。对对，然后它因为它是有什么大肠臭豆腐什么，然后这一家的话是比较吃韩式的。哎，可是我觉得它这一间如果开在那个学生那个附近的话，哇，那大爆炸！看我们大头锅的贡锅，哦，贡锅加50块而已，OK 啊，那很 OK 啊。然后50块可以用其他的火锅料抵扣，可抵可抵可以抵抵单品啊。对啊，那就干脆就贡锅，然后50块加菜，加菜啊，对啊，加肉，嗯，巧克力。哎呦，要夹断吗？哇，啊，那你知道这个干嘛吗？放后面放一点爆米花在里面，那个爆米花超香的，香哦，对啊，都那个奶油味。这是我们私下的吃法啊，不要浪费。双麒麟配爆米花，我这样吃超好吃的。哇，它的咖啡太巧，不是咖啡，巧克力好浓。是不是很好吃？就是有那个谷物的香味，然后奶油跟巧克力又融在一起。它的巧克力很通融。好，那这一次这一间的话，我觉得它的一只鸡这样300块真的太便宜了。那除了那些副食吃到饱以外，铜板烤肉的牛肉我非常爱，好甜。那如果你想要吃的很饱很饱很饱的话，韩式部队锅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它的料真的不是随便给的，它料给超多，它不止给。什么？有一些都只有给火腿或星星肠，他没有，他是火腿、星星肠、香肠都给你，然后还有猪肉，还有猪肉片，光肉就四种。对啊，超好吃的。哎，这一家新开的很强，我觉得他会爆红，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，你自己可以来试试看。还有他的沙茶酱跟他的那些麻酱之类的，你要去试试看，他那些真的是外面吃不到，他不是那种制式的，是真的吃得出是店家自己调的，因为他的味道是很顺、很温顺的那一种。店家资讯我会放在影片底下，那如果你们有喜欢的话可以来试试看，台中的朋友真的可以来试试看。那如果你们在地也有觉得 CP 值很高的小火锅的话，也欢迎留言跟我们说，我们改天也会过去拍哦。拜拜。